《大秦帝国》第四部《阳谋春秋》第八章《风雨如晦》，关世成终于不耐，一拱手道：“吕公只说市价，在下不想争辩商道。”好，吕不韦断然拍案：“明日落价三成。” 与上商方平齐，岂有此理？关世成大急。上商方今日猛涨，明日如何能猛跌？只怕还要跌。你只记住，他跌我跌，始终跌他一成价。 关世成愣怔的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来。吕不韦走了，关世成立即飞身上马，急奔王城。嬴柱立即在前殿召见了擂鼓紧急求见的关世成，然听得几句，便沉下脸，插断道：“秦国事宜，悉听先生决断，不得越过先生奏事。” 说罢，不待关世成回话，径自走了。关世成沮丧之极，样样回到南市的临时关帐，打起精神，赶紧巡查接货情形，生怕明日过不得大关。大鹏接货吏员兴冲冲回报说：“今夜的大宗货主特意申明，货金不收，两月之后一并结算。” 进货天天不断。小彭丽媛也是满脸堆笑，说：“西门老总是当场兑钱六十万，严明借给关氏，两月后要讨一分利。”关世成又惊又喜，虽一时说不清其中奥秘，却顿时对吕不韦心生敬佩，一挥手高声道：“吕公有令，明日跌价三成，他跌我跌，始终。” 逼他一成，留他一成，上货。南市的风灯火把彻夜未熄，嘿呦嘿呦的号子声，直到东方微明才平息下来。次日清晨开市，果然情势大变，上商方六国大事一口气猛跌到南市物价的四成。各国商社的大小店铺，纷纷张挂出楚国上等稻种。 齐国上等海盐，韩国精铁华，魏国上等麦种，赵国上家蔬谷，燕国大麦黄粮等等不一而足。旁边斗大红字的长帆显赫标明：平价六成，大跌四贱卖。老秦人纵然厚道，也不禁。 对这些寻常大名赫赫、无法企及的良货佳品，以如此贱价出售，怦然心动。毕竟，买便宜物事不犯法，且当此艰难救灾之时，何乐而不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上商方开市一个时辰，南市的人潮便哗啦啦流到了上商方。 六国商贾昨日被秦国官士大闪一跌，人人懊恼，家家愤然。他们无论如何想不到，最不善经商的秦国官士竟敢以低价抢市，竟敢与山东大商群较量商战。六国战力不如秦，也是无可奈何。然六国商人是骄傲的，能进入秦国咸阳的六国商人更是骄傲的。 他们非但家家都是累代经商、实力雄厚的大商，且入秦掌事者个个都是应变能才，人人都有国事意识。秦国官事一搭手，上商方立即觉察出一个大好商战机会到了面前。若能趁此机会一举搅乱秦国，或是秦国大大衰弱，岂非？ 为饱受欺凌的山东六国除了虎狼之害，楚国大商易顿氏的第六代公子立即出面，邀集六国大商聚会，商讨对策。大商们背信分析了情势，一致以为秦国之事两难，秦法不赈灾，不能无限度低价出货。 秦国要救灾，得靠六国商旅周流财货。目下秦国大开所有关爱通道，免去了关爱税金，便是明证。只要全力运粮，在粮战上给秦国当头一击，必能在商战中为六国复仇。诸位同道，目下秦国朝无大财，也无大商。 正是商战良机。英气勃勃的伊顿公子愤然高升，在下之谋划是，我等戮力同心，但能保得旬日粮货饱满。以四秦国官市粮货不济，上商方当即爆炸打他一个软肋闭气。其实。” 秦人骨燥，无能之新秦王与迂阔之蔡泽，束手无策。六国趁势出兵，纵是不能灭秦，哼，也当破其城下，立盟，安我六国，复我国恨家仇。万岁。 商战复仇，六国大商们虽然谁也没想到一场原本寻常的买卖交易能骤然变为六国商战复仇，然经义顿公子一番慷慨说辞，结局果真如此。山东六国哪国与秦国没有血战之仇？哪族没有战死者？血气鼓涌之下。 自然是愤然同声的赞同了。上双方一跌价，秦官士立即接到吕不韦密令：一应官士吏员，悉数脱去官带，换作商人常服当职。霍鹏挂起各小国商社与胡商的招牌望旗，物价再跌。 一成半。片刻之间，南市景象大变，黑衣丽媛踪迹皆无，霍鹏进街张挂起魏、晨、薛、曹、邹等小国商社的望旗，各色服饰的商家执事们纷纷冲出十方，追着离去的人群高喊：“秦人听了！” 秦国官商退市，货棚悉数盘给了新主，我等跌价四成半，足色良货了。如此一喊，老秦人们先是惊愕，继而大觉坦然。直娘贼，有你等杀价祭秦，秦国落得省点钱财粮货。 官事退得好，爷爷，只是两头跑，看你狗日的谁个先趴下。秦川庶民不少人原本尚有歉疚之心，不忍丢下本国官事去凑上商方，如今心结大开，奔走相告，两世奔跑，专找那半成落价的便宜。 消息风一般传开，关中老秦人大为兴奋。除了精壮男丁整田修波，老幼女子络绎不绝地赶着牛车奔赴咸阳抢势。一时间，秦川八百里牛马载道，笑语喧哗，日夜不绝。老秦人不亦乐乎。商战大事一成，两势欲罢不能。 索性开了夜市鏖战，三日三夜，粮货价格半成半成的跌到了平价的两成，直如赔本送货。在这个商家心头滴血的价口，双方整整咬住了一日一夜未动，谁也不跌不提的耗着。这当口，称的是存货。 谁在此时因无货而收市，谁就会血本无归。毕竟，商家跌价的真正图谋是撑到谷底猛然提价，而后十倍百倍的捞回。谁肯甘心在赔出血本之后不等回收而呜呼哀哉？吕不韦敢打这场大商战，除了自身尚有些许本钱。 便在于两座坚实的背后靠山，齐国田氏与赵国卓氏。早在老林雨初起之时，吕不韦未雨绸缪，派出西门老总士奔赴临淄，派出莫胡奔赴邯郸，分别与田氏家族与卓氏家族立好了协约。入秦获金暂欠结事后，历经两城，此时。 田丹已逝，其爵位由长子一支承袭；其伤势由田丹的一个颇有才气的庶子承袭，与吕不韦素来交好。赵国卓氏则是老卓元的次子，执掌商事，两方接信都是哈哈大笑，二话不说应承下来。商战一开，非但齐赵梁霍络绎入秦。 两方还分别联络了许多素有来往的胡商入秦，一并连牛羊六畜事也解决了。然齐赵毕竟路途遥远，上商方纵有自家商社，也不能公然调货。撑到第四日，眼看有些乏力不济了，按照营助的书令，原本可以调动府库财货撑持。 然则如此一来，这场商战在秦国朝野的地位便会大大降低，吕不韦的分量也会大减，更会引来日后无穷尽的吕氏是否假守国库、变相赈灾，以成私明的争辩。朝野信任何在？唯其如此，不到万不得已，吕不韦绝不会使秦国府库。 卷入这场商战。这日夜半，坐镇南市的吕不韦一番思谋，突然问他一句：“咸阳新庄存钱几多？”西门老董事张口便答：“丙金五万，秦半两六十万，列国钱三十万。”吕不韦目光大亮，一拳砸到岸上：“全压上去，堵了。” 西门老总是大惊：“开赌，先生失心疯了！”吕不韦一阵大笑，低声耳语一阵。西门老总是不禁猛然拍掌：“好谋略，老朽也赌了。”吕不韦立即召来关世成，秘密部署，连夜分头行事。天色拂晓时分，万千年轻力壮的老百姓，拥进了上商方大市。 清一色现金现钱买货，动辄一车半车，似乎人人都是大户人家子弟。其实，商家买卖买主但有个住处，赊账便是常事。虽然最终绝大部分都能收回，老齐人更是一有钱主动了账，但商家还是最喜欢现金现钱现了账。 如此，自然有了对现钱交易的种种让利规矩。如今现钱买货者如潮涌来，纵不让利，想当场提价，却是万万不能。依这古风，买主来时价，若想当场猛提，便是盗商。买主非但可立时砸店杀商，同时还要指斥该商为害群之马。 因了如此，六国大商们没高兴的顿饭时光，便觉察出了异味儿。那接踵而来的买主黑压压堵在门前，关门不能，提价不能，限时转移粮货更不能，万般无奈，只有硬撑。和眼见全部搬上店面的压仓存货，流水般装车，谁个不汗流浃背，心惊胆战？ 到得午后时分，偌大上商坊的存货被哗啦叮当的金钱一扫而光，六国商人们尽皆铁青着脸色，愣怔在当街，直觉天旋地转。公子,公子，公子，秦人有诈！一个黄衣执事冲进上商坊，大嚷：“快说！” 软瘫在地的一顿公子，犹如神功般跳了起来。秦人现金买货，都运进南市，入了各家货棚。哎，晓得了。一顿公子长长的吁出一口粗气，不禁咬牙切齿。哎，非秦人有诈，南市商人有诈，分明是小国商贾联手。 雇了秦人，现金亲我。诸位说，是无是？有理。俺看还有秦国官士在后插手。鸟！一群蚂蚁商也敢跟我等抗事？不中。左右血本无归。公子只说如何惩罚？中。俺等也来他个六国合纵，听盟主号令。 列他个空事。听盟主号令。上商方一声齐吼：“好！”盟诸位，信得一顿是，我做了这只头鸟。一顿公子慨然拱手还礼一圈。我之主张，不管秦国官事，插无插手，终究。 不会上到台面。只要秦国官府不封商战，终归是商战。我等便以商战方略对峙。目下第一回合，我等输了。然则还有第二、第三回合，我等定然要赢。南氏之法叫吞吐势战，当年李亏在魏国施展过。 使列国粮货洪水般流入魏氏，此法根本在于财力、是五是雄厚。我等尽天下大商，粮货没了，钱财依然如山。诸位说，如何战法？买空难事，回头提价涨，财 一声轰然喝彩，上商方顿时活了过来。不说六国大商一夜忙碌，只说次日清晨，连绵牛车马队从咸阳四门涌进了南市，却惊愕的发现南市的所有货棚都张挂出“上品上架，高平价一倍”的大布翻旗。 一夜之间，从平价的两成猛涨到平价以上两成，整整涨了二十成的高价，也是秦法许可的粮价最高点。十方外的牛车马队不禁愕然，徘徊相互观望，举步不前。终于，一队牛车咣当咣当起步，义无反顾的驶进了高大的十方。 后面的牛车马队一阵彷徨，终于相继跟了上来，络绎不绝的进了南市。正当秋高气爽之时，和煦明净、宛如阳春的蓝天下，前所未有的灵宗大买卖在咸阳南市喧嚣开来，各色买主接踵而至，各国金钱应有尽有，也是清一色的钱货两清。 车载马驮，因了南市终究是秦国官市直辖的治灾市。自这次开始，便有入市者每次限量买粮货的法令。此后，秦国官市虽则隐退，南市名义上成了小国商贾的棚货区，但其适宜治灾的法度却始终未变。此法之下。 买主不能一次性大宗买货，而只能一车半车的小宗买。饶是如此，南市货棚也架不住这牛车马队连绵无尽的买粮装货。看看撑到夕阳将落，南市大小货棚与六处大事除了满柜金钱，尽皆空荡荡，了无一物。 本期的《大秦帝国》就为您播读到这里，下一期我们再见。